的汤头边滚边飘散中药香，羊肉炉主角羊肉也煮到软嫩适中。哦，就立冬，就立来吃的，就是习俗啦。那立冬呢，可能天气变冷了，大家吃个补，那在那个防疫的部分可能会比较好。节气立冬代表冬天已经来了，暖乎乎的火锅成了民众首选。羊肉炉店内一到营业时间，座无虚席。忙到双手停不下来，一旁电话响不停，但店家说受疫情影响，生意明显受到冲击。是立冬啊，这几天这个礼拜生意都不好了，就今天比较好。对，今天补冬嘛。有冷气团报道，遇到立冬节气，民众趁机进补。转开大火，三角圆锥锅里头煮的是美味的台湾雕。利用它那个水蒸气的气流，里面的那个蔬菜的那个圆会把它逼出来，本身它就会有鲜甜的，就是撒一点盐巴就够了。以蒸汽循环对流原理逼出食材的原汁原味，汤汁有蔬菜的甜和鲷鱼的鲜，走清爽路线也是暖胃又暖心。三新闻林伟之采访员台中苗栗报道。